Hello，大家好啊，好久不见啊。然后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一款像不像星星？我名字还没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然后如果想到一个好的名字的话，我会给你送这款手神的材料包，到时候会留言给你的。然后废话少说，然后进入下面教程的内容。打开里面还是这个万年不变的喵咪袋，然后里面会有三份绳子，一份是父神，就主神、父神，然后尾节，尾节这个我还是会一直沿用吧，就不怎么改了，这样子好包装一点。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就是主神，然后父神，然后尾节，然后先把主神跟父神拿出来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编辑了。这个放在一边，这个最后用。看一下，这是深红色，这个可能要近距离才看得见。然后一条很长，大概3米的主绳，白色的。然后这一期的颜色搭配就是白加深红。首先把白色的绳子就主绳对半，白色的绳子对半，然后副绳有一根要对半，这两根对半，然后还有一根，还有一根副绳是不用对半的，就直接搭在上面就行，打了个结，这样子。然后先拉紧白色的。然后再拉紧红色的，好，记住这第一步是先从左往上，就有结那边先往有结那边穿过去，然后第二步是再打一个双向平结，就再打一个平结啊，再打一个平结，然后在拉紧的情况下，我们要让它做成一个 V 字形，所以我们是从右边往上方穿，就左右左右左右这样的顺序，就先左后右。好，要拉紧就行，拉紧白色，再拉紧红色，然后这样就完成我们第一步，就刚好 V 字，然后中间有个结凸出来，形成这样一个包裹的状态。好，然后继续重复下去就行，就一直重复这样的操作就行。然后右边有结，就左边过去嘛。啊，就这样子，其实也很简单的，就一直往下编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先，我们已经完成那么长，然后现在这块我是刚好就差不多，叫做差不多了，我就可以差不多了，哎，就差1到2厘米吧，就到2厘米的话还好。然后我就先做到这里，好，就只剩下一点点了。那我们就把它交给打火机，就把它修剪掉。嗯，来看一下。剩一点点，然后打火机烤的时候只烤那一点点哈，就不要烧着它，就烤。
然后烤到它融化，然后按进去就行。就打火机其实不怎么烫的啊，就这样子，就不要碰到自己手就行了，就烧到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不会烧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直接打边结把它打紧，就不会就用边结打紧它也不会散。好，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长度，就是我编的不够长嘛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弄得平一点，就让它不要那么紧，然后我的长度就会足够了。然后我就把多余的绳子也修剪掉，再打边结，就这些长的也可以修，也跟刚刚一样处理一下就行。然后这根中间线，你也可以现在剪，也可以等一下剪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把绳子拿出来，是有三根的尾巴，就一共有三根绳子，尾巴是，然后两根长的，一根短的。我们先拿两根，要拉紧。好，重复这个活结的话，就重复4到6个就可以了。啊，四不好听，就6嘛。一样的，也是右边有结，就左边从下方过来就行。好，就这样子编了六个结之后，是六个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编了一个8个。我这条有点短，所以我编了一个结。好，编好，然后把多余的线，也是跟刚才处理一样，先修剪掉一点点，剩下一点点哈。然后把它打火机用烤的哈，不要烧，烤的话它就不会烧到绳子变黄色啊，这样子就是乳白色，然后粘在上面啊。如果它散了的话，你们继续退一格，就是退一格，然后再修剪掉，然后再把它烧一下就可以了，就不用说整个拆了，它也没块，它只是松了一点，松了一格而已。好，这样子手绳就做好了。然后尾巴会有点长，尾巴长呢，我们要先戴在手腕上，戴在手腕上看，长了多少，然后我们好修。我们先戴一下啊，应该有点小，这个对我来说，因为副绳太短了，这次放的。嘿呀呀，要这样子拉紧，哎，差不多，也就刚好，对我刚好吧。因为尾结边，因为活结边的长了一点点，所以绳子最后是刚刚好的。那，边长了一点点。哦，好，这就是上手之后的效果，还是很好看的。好，最后的最后，我们把这两条东西修一下。然后我们要怎样知道自己最后最少要需要多少这根尾巴呢？把中间这根抓着，拉开，然后可以慢慢。